好久没看你们俩呛呛了啊，又回到了以前的感觉，差不多为了你。行了行了，我跟简放呢，我们俩还是顺其自然吧，能走到哪儿就算哪儿。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一定要为了男人苦守寒窑18年呢？男人为什么不能为了我们女人守一守呢？就算要守，也得为一个值得的人去守，对不对？要为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去守，对吗？这个人绝对不是简放。姐们已经把道给你腾出来了，你要再不上道，那就是你发动机出问题了。什么道儿？道儿在哪儿？哎呀，你到底能不能聊天？你聊半天聊不到主流里，我好担心你啊！主流在哪儿呢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告诉你，林笑笑不是咱们想象的那样没人要，很抢手。哎，芝芝，别说。现在有一个现代版的王宝钏，苦守寒窑好多年，就为了等他，条件非常好，时光。没的事儿，哎，你俩别拿我打岔了，行不行啊？我跟时光更没有可能。谁拿你打岔了，林笑笑？你再这么说，我生气了。像时光这么好的男人，你不珍惜，你会后悔的。哎，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！这么大八卦都没有人跟我说，跟我分享一下。这是八卦吗？这是终身大事。抽时间跟我去办一个房产过户吧，房子给你，公司也给你，我得搬回学校住了，车留给我吧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就是你在我车里装 GPS 定位，不许我跟踪你啊！我是你的粉丝哦。上来吧。去哪儿啊？我可以请我的偶像吃个饭吗？这偶像也太没架子了。笑笑告诉我你来看你母亲了，于是我就杀过来了。我这段时间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，这好不容易把广告商这个硬骨头给啃下来了，才有空来这儿看看。你母亲啊，一看就是福大命大之人。嗯？你见过妈了？我挺好奇的，我也想知道什么样的女人这么了不起。生出如此优秀的你，打住！拒绝捧杀，我没那么优秀。你很优秀。如果你要是不优秀的话，我能心甘情愿的白白爱你两年，然后被你拒绝了还不恨你啊？你在我心里就是那种完美的碳粉知己。我拿什么碳粉知己？我又不是 gay， 又不是 IT 男，我凭什么当你碳粉知己啊？你的碳粉知己应该是毛大毛吧？王大毛是我的亲人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严肃啊？他是我毛妹。你这妹长得挺俊的啊，挺圆润的。给吃点鸡蛋。时光，你不是跟我说你爱的是林笑笑吗？哎呀，不是伤害我，跟我表白，告诉我你爱的是林笑笑，怎么了？没动静了？消停了？林笑笑有她的人生一盘棋要下，我呢，可能注定就是那个观棋的人。我才是那个旁观者，我以旁观者的角度告诉你一个事实：你们俩太磨叽了。林笑笑是很固执、很倔强，但是你想，你哪次出了事情，她不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啊？就算她不能第一时间挺身而出，她也是选择跟你并肩作战吧？他有那么多老同学，那么多欣赏他的人，请他去做设计总监，给他好的薪水、好的职位，他都放弃了，而选择跟你在一个小杂志社里窝着。他受这份委屈，不仅仅是跟我交情深哦。我知道，可是这一次，他要给他的儿子简单一个完整的家。如果因为这个选择跟简报复婚，我理解。哼。那我告诉你，他跟解放没戏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没戏。笑笑是我发小，我了解他。是，他现在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他需要做选择。如果他想跟解放复婚，把这个破碎的家庭捏起来，我告诉你，分分钟的事情。可万一他不想呢？他想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受，给自己一个全新的生活。你给他信心了吗？你这么大老远跑来找我，就是要说这个？要不然呢？卷土重来，再追求你一次，再被你伤害啊？我告诉你，只有你才能给笑笑想要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是想要给他，可是问题是，我甚至愿意把生命交给他。那可能目前我对于他来说没那么重要吧。你看见这片湖了吗？你一头扎进去淹死自己，你就知道你重不重要了。可是这有意义吗？现在根本就不是探讨你在他心目中重不重要的时刻，而是应该解决你该怎么做的时刻。怎么解决？你还能怎么做啊，大哥？一大老爷们儿，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变成别人菜的吗？你会后悔的。最后悔的是你自己促成他和简放的复婚大戏。哎，要不是因为我今天开车我就喝酒了。妈的，来，以茶代酒，我祝你马到成功。去吧。
支持你。啊，您这家离这不远吧？不远不远，离这儿有10多里，也就有不远几分钟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1、2、1，手搭着肩膀啊。妈，妈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向向没跟我说你要来接丹丹啊？我是来见您的。见我啊！哦，丹丹画的真好，画的不错，学什么都快。妈。啊。我跟康兰分手了。分了？嗯。哎，那天我还看着你一副啊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样子，怎么说分就分了？说来话长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我跟他在各方面差距太大了，所以真分了。嗯。所以，我想和笑笑复婚。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，一直说不出口。要不是那天您那么一闹，我真没勇气迈出这一步。什么叫闹啊？那天我是看人家欺负你，我为你打抱不平呢。我知道妈您是心疼我，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。所以我在想和笑笑提出复婚之前，想先征求一下您的意见。这还用问吗？我一直想撮合你跟笑笑复婚，这样丹丹才能有个完整的家呀。妈，之前是我对不起笑笑，对不起丹丹，也对不住这个家，所以我想弥补以前我犯下的错误。我以后会加倍的对笑笑好，对丹丹好，也会好好的孝顺您。您能给我这次机会吗？孩子，打从你跟笑笑离婚的时候，妈就没睡过一天的安稳觉。妈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盼着你跟笑笑能有破镜重圆的这一天。这下好了，让妈盼到这一天了。对不起啊，妈，是我错了。老话说什么来着？浪子回头金不换。行。妈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再让您失望了。我一定会好好的对笑笑，对丹丹。你相信我。妈相信你。妈相信你。谢谢妈。回到杂志社，你跟丹丹先吃吧。一会儿我写完稿，自己在外头吃碗面。真的回不去。
我今天这稿子必须赶出来，明天美术等着排版呢。哦，行行行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，好吗？好好好好，我会吃的啊。嗯，挂了。这事儿停电了呢。藏起过眼泪吧，在你说离开的时候，我们都曾恋恋不舍吧，在彼此走远的时候，我们都怪爱情短暂吧，在转瞬即逝的时候，我们都想破镜重圆吧，在彼此沉默的时候，我愿意说，我愿意听，我想让你知道。不愿意走，不愿意忘，我想被你看。我曾经以为，这世上没有比天堂鸟更飞扬的花。直到我遇见了你。我曾经以为，这世上没有比咖啡更香醇的情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曾经以为这个世上没有比建筑设计更让我全情投入的事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想想，给我一个机会。然后可以好好的爱你，好吗？曾经的避风港依然能带你停靠，幸福只有留给彼此。你还要抱多久？抱到你答应我为止。受过伤的人，那就让我来帮你疗伤。我伤不起。时间会证明，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是我。那芝芝怎么办？我会祝福你们的，真心的，我可以向天发誓。啊，能成为你们俩爱情的见证人真好。笑笑，你知道吗？时光能对你说这些话太不容易了。还有我，把这个鬼东西绑上面费了老劲了。你就答应他吧，就当可怜可怜他。你要再磨叽不答应他，我就后悔了啊。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好好的相爱真好。时光，好好对我姐们啊，她是我最好的姐们，不许辜负她。
不许辜负我。芝芝。嗯。谢谢。肉馒的话，等我走了以后再说。时光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？是否发生过？你要多长时间？这似曾相识的一切，是否不知道。当初你进 JK 建筑事务所，我给了你3个月实习期，现在也给我3个月，公平吗？已经模糊的世界，是否看清过那不顾一切的昨天？是否存在过那无处可寻的起点？是否找到过那曾经心跳的感觉？拥有的一切被时间改变，爱变成了债，再也逃不开，爱坠入寂寞妈，嗯，干嘛呢？大晚上的。嗨，我们那帮跳舞的老姐妹们啊，是想要换个舞蹈，这不正跟电视上学学个新舞蹈好教他们。对，你可真够有劲儿的。哎呀，哪儿啊？我是一直在等你，要不然我早就睡了。等我？等我干嘛？来，坐这儿。我。哦，来，喝点水吧。啥事儿啊？今天简放来找过我了。他来找你干嘛？他说他终于跟康兰分手了，想跟你复婚。哎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你要我说什么？你前夫提出来跟你复婚，你怎么无动于衷呢？他是怕被你拒绝，所以先来找我跟我商量。那我的态度你是清楚的，既往不咎，赶紧复婚，还丹丹一个完整的家。你看，眼瞅着这孩子一天比一天大了，你们老这么劳燕分飞、分崩离析，那孩子心灵里能没有创伤和阴影吗？特别是男孩子，这时候特需要父亲在身边。哎呀，丹丹怎么没有父亲啦？那简放哪个周末没有带他回来去看电影啊、去游乐场啊、看画展啊？说实话，我们俩没离婚之前，他还没这么多时间陪丹丹呢。那不一样。怎么就不一样了嘛？丹丹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，
你们这算什么呀？别以为丹丹不懂，人家孩子什么都懂。前两年我还可以打打马虎眼，替你们糊弄过去。现在丹丹大了，你说我怎么面对他？啊，人家丹丹自己心里有本账，谁也别想糊弄人家。我没想糊弄，我就在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跟丹丹说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想跟简芳复婚了？哎呦，我的意思一直都很清楚啊，我从来就没有过要跟简芳复婚的意思啊，一直都是你剃头条子一头惹子下蹭的。什么叫我下？哎，干嘛呢？这么大声？我怎么下蹭的了？你不想跟简芳复婚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想，我要是要跟他复婚，我当初干嘛离呀？哎呦喂，谁没走过几段弯路呢？那我问你，简芳是不是丹丹的爸爸？他是不是你前夫？你们是不是有感情基础？那有感情基础，干嘛就不能复婚呢？你跟我说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行了行了，妈，不早了，咱们今天不聊这个话题了啊。感情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好多感情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也困了，你也早点睡吧啊。找了吗？就找不回来？什么叫不像我是想的那么简单呀？实习期，现在也给我三个，公平。嫂子给你煮了面，你趁热吃一口，可香了。这下妈开心了，这个男的终于把我给甩了。兰兰，怎么会呢？妈怎么能开心呢？妈是希望你能幸福。嫂子，你说这一切是真的吗？兰兰，很多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都会过去的，知道吗？别难过了。丹丹，抓紧吃啊！今天咱们有专车接送。是老爸吗？不是老爸，是圣诞老公公叔叔。为什么不是老爸呀？圣诞老公公叔叔接和老爸接不是一样吗？我想坐老爸的车。你还挑挑拣拣的，快点抓紧吃啊，待会快来不及了。嗯。但是现在电视上有中国好老板的评定，你们老板一定能榜上有名啊。
妈，人家好心好意的来接你女儿上班，送你外孙上幼儿园，你还阴阳怪气的说话。那你就让她上来吧，咱家有早点啊。不用了。安丹嫂，来，阿姨，系好安全带啊！嗯，来，安全带。妈，我们走了。紧扣上。阿姨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慢走。好了，丹丹到了啊，拿好书包。丹丹小心点啊，有个井盖。哎，对，好。来，跟师傅再见。再见。嗯、再见，在幼儿园乖乖的啊，嗯、知道吗？一定记得要多喝水啊！上课要认真听讲，听见没有？不许开小差啊！啊！再见啊！再见啊！来，好啊！哎，请上车，相信您的头。谢谢。系好您的安全带，为了我和丹丹的未来。谢谢石师傅。别客气，能为你和丹丹当司机，石师傅的荣幸。哎呀，啊老头子，你说这事儿真是蹊跷，这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一个是你前女婿。一个是你女儿现任的老板，简放吧提出来要复婚，要破镜重圆。可是笑笑现在的老板对她又有意思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是担心你女儿啊，又感情用事，把这正事儿耽误了。你给出个主意，我该咋办呢？我是管还是不管呀？我是怕我管了也管不了啊！哎呀，真是愁死我干嘛把头埋那么低啊？又不是通缉犯。老板。好。早上好。早。坐。我吃过早餐了。喂。这可是网上传说那个人气高到爆的早点，我早上6点起来排队买的，给个面子，再吃一顿吧。好，要不要喝咖啡？我去给你煮。哦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坐，我来。
都借你的光吃到失踪男的葱油饼了。恭喜啊，你们终于在一起了。恭喜恭喜姐。出去啊。啊。要叫阿曼达那公司报价做好了，你看一眼。我不看了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对付这些中年时态也没我有办法。好，我去跟尤总吃个饭。你中午不回来了？看情况，走了啊。慢点啊。嗯。潘总早啊。早啊，小甜甜。潘总出去啊？嗯。我看了你们公司给华庭样板间做的设计，不错啊。多谢潘总夸奖。做样板间挺累的，我高跟鞋都跑断了三双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吧。小甜甜，嗯，你挺有长进的。大毛哥调教的好。回见，潘总。方便请您喝杯咖啡吗？请我？走吧。以后别您啊您的，多生分啊！以前咱们是雇主关系，现在咱们就是同行啊。同行，您也是前辈啊。你看，你还您啊您的。那个。大毛哥在你那儿干的还好吗？那是，干得风生水起的。他一出现，整个公司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。这家伙，这几年单飞没白飞，练出来了。这次幸亏他出手救我，要不然我公司就垮了。挺感谢他的。你觉得他只是帮你？他那是爱你。你知道他当初为什么高价租下这里的办公室吗？就是为了经常能够见到你。他这些年一门心思栽在工作上，那也是为了向你证明他不是一个吃软饭的人。妈，我知道我之前是误解他了，是我不对。潘总，你对大毛哥了解的太少了，他的身家几辈子都吃不完。是吗？他一定没有告诉你，他爸爸是知名的房地产商毛大刚吧？他爸爸是毛大刚？毛大刚？嗯。他之前骗他妈妈，说他有女朋友了，要结婚买房，他妈给了他600万。见他拿了钱迟迟没动静，才杀过来吵着要见女朋友。他没有办法，就拉我去演了一出戏。唉，这些年我给他当烟雾弹都当烦了，可我总还是抱有一丝希望。我总觉得他有一天回头会发现，其实站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是我。直到前阵子他跟我说，他要回你公司去帮你。我才突然意识到，我小甜甜是没有希望了，因为她爱的人始终都是你。她知道你喜欢用果本面膜，她就每天给你攒一片，攒着攒着，都攒出一箩筐了。她是我见过最傻最傻的傻雀，可是她做这么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当你爱错了人，你的爱就变得一文不值。